好，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上。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研究这个《楞严经》这个根源通章，最后观音菩萨的这个十事无畏还没讲完啊，还剩一小段。那么，请翻开《楞严科会》的152页，152页的最后八行。持名无畏这一段的经文，十四则，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62亿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62亿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是名十四师无畏力，福备众生。这是观音菩萨十四无畏功德的最后一个持名无畏经文。很长啊，比其他的这个无畏功德呢特别长啊。那主要呢是他要做一个功德的较量比较啊，所以呢一刚开始呢，先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的法王子，也都是在世间教化众生，随顺众生啊，这样来帮助众生。但是呢，观音菩萨他自己讲，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啊，这句话我们上礼拜特别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了。所以呢，因为透过耳根圆通，已经证得了这种圆通的境界，因此呢，他的身心可以是微妙含容，周遍法界啊，有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能够让众生持他观音菩萨的名号，这种福德等同持62亿恒河沙诸法王子这么多的菩萨的这名号的功德福德正等无异啊。所以这个是他的经文大意呢，我们从文字上就看得出来。那么上礼拜呢，请看上礼拜的讲义的第二页啊，上礼拜讲义的第二页的中间这边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这个圆通本根啊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上礼拜讲过了，但是呢稍微复习一下那划线的那两句话，应化无方啊。所以在正脉书里面说应化无方，是在说明身之微妙含容，自悲无尽是讲观音菩萨的心的微妙含容。所以他把身心的微妙含容分成这样两句话去讲，应化无方就是呢千百亿化身，只要众生有需要，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啊，而且马上就可以现身说法之类的，这样叫做身的微妙含容。那么这里面呢，身所到之处就代表菩萨的智慧跟慈悲啊，也是到哪里了。所以既然应化无方就没有范围，所以呢也表示智慧跟慈悲，观音菩萨的智慧慈悲那也是无量无边无尽的啊，是用这样子来解释这个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那么往下看这个长水书正等无异这一段话啊，那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这个跟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的福德正等无异呢？就是观音菩萨自己讲了啊，因为我正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啦、啊，我的身心能够含容微妙含容周遍法界啊，啊，所以经文的逻辑啊，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看就知道。那么现在呢，长水书的注解把它做一个说明啊。能于生成而忘所得，复根结而归真迹。他现在在解释呢，为什么他叫做圆通本根发妙耳门，他是从耳根圆通所证得的，所以呢是透过耳根圆通呢啊，在这个闻声当中，然后呢忘所得，就是不再执着能所，不但是忘了生成，也忘了能闻的这个闻根啊，那么所以才能够复，就是恢复复根结而归真迹，回到耳根的真迹，不再是呢耳根那边打结了，所以是复根结。本来我们凡夫现在呢那种闻性呢，本来清净周遍法界的闻性啊，因为执着在生成上面，所以打结了，叫耳根。现在呢，观音菩萨修透过耳根圆通，已经恢复了，恢复成真如本迹，啊，把那个结已经打开了，啊，所以才能够呢证得那个圆明心妙，啊，这种本来的妙心，本来智慧光明的妙心，简单的这样把它补几句话哈。所以这时候呢，证得这个境界之后，依多之境融通。从圆明心妙就能够呢看到依多融通，然后本暂绝缘，所以呢彼此之名平等，因为清净圆满，所以呢一尊观音菩萨的名号跟六十二亿恒河沙的菩萨的名号是平等的，因为通通都是本来清净的圆满的觉性，没有分别。所以这两句呢是对仗，这四句是对仗的。圆明心妙，依多之境融通，本暂绝缘，彼此之名平等、哦、这样一来再往下推，以一切身及一身故，云微妙含容，请把句点挪到含容后面去。上礼拜没注意到、哦、所以在copy 下来的时候呢没把它移好啊，今天看到了，赶快把它做这个修正。所以长水书呢它是用这样来解释什么叫做微妙含容，一切即一，所以叫含容啊，所以从无量无边可以回到一，一切身可以入一生，即是一生，这样叫做微妙含容。然后如果一可以周遍到法界去，一即一切，这样叫做周遍法界。他是把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这样两句话来解释微妙含容跟周遍法界。那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其实就跟前面那个一样啊，是已经证得圆明心妙，证得本暂绝缘，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周遍含容，这对微妙含容跟周遍法界的这种境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所以为什么一尊观世音菩萨可以等同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受持菩萨的名号，可以这样子一个福德正等无异、哦、原因就在这边，道理是在这边。所以长水书呢接下来就说正比福等，比呢是比较，这两者去做这个福报的福德的比较，为什么可以平等，为由自证平等理故。
遂令他得平等福也。观音菩萨自己证得这种平等理，所以也能够帮助众生，持他的名号的众生也能够得这种平等福、哦、所以这样一来，为什么可以脱去持名无畏、哦、上礼拜我们特别去解释，那持名有什么好无畏的，怕自己呢只有念一尊菩萨名号、哦、会不会太少了，功德会不会不够、哦、这样子。所以现在你了解了这个道理，这是平等理、哦、平等的法性理体，所以跟六十二亿恒河沙，不要说六十二亿恒河沙，无量无边的菩萨诸佛名号都一样、哦、那因此有人就会一直会问这个问题，那往生极乐世界到底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还是念观世音菩萨，还是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哦、当然是不同的人问、哦哦、所以呢从这个道理你就可以了解啊、有人说呢，不是哦，那是因为要配合阿弥陀佛的愿，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才能够呢合乎弥陀的本愿、哦、那你把阿弥陀佛的本愿是十八愿再看清楚一点，真的只有十八愿吗？真的往生的条件一定要持名称他的名号，只有这个条件才符合吗？哦，你把整部《无量寿经》乃至呢，不要那么多，就是四十八愿看清楚，真的接引众生往生，真的就只有持名才能往生吗？哦，绝对不是这样。哦，那既然不是只有靠持名才能够一定能够往生，那念观世音菩萨，但是呢，回向愿求往生极乐世界。当然可以往生，你说那进一步他一定会问，那这样的话呢，来接引的是阿弥陀佛还是观世音？不过如果你一直呢是跟观音菩萨是比较有缘的，比较相应的，你平常就是靠持观音菩萨圣号而成就你的三昧，那么这时候要来接引的一定要是观世音菩萨才可以，这样才会相应，才会跟你的三昧相应、哦、就算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也要让你看出来他是观世音菩萨的样子，他不敢违背你的三昧，你的本修法，本来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又要符合自己的本愿，反正有众生愿求往生的，只要合乎条件的，阿弥陀一定来接引他，要合乎他的本愿，但是又怕你呢见到的不是观音菩萨圣号，开始那边犹豫不决，到底要去啊不要去啊，所以呢阿弥陀也会很慈悲、哦、会以观音菩萨的形象来接引你，让你安心的跟他走，大概这样你就不会有疑问了吧、哦哦、有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哦、那么这边呢主要要去讲的就是这种平等的法性，所以后面为什么要引用智者大师的观音义书，也就是要说明这件事情、哦、一样都是在解释观音菩萨、啊、也是这是普门品、啊、观音书就是普门品的注解，在这边也是有这么一段话啊，智者大师这么说：精明依多性不可得，依跟多，他的本性，他的自性其实就是空性，无所有不可得啊、哦。所以呢，既然是本性法性都一样，无有二相，讲一则非一，多则非多，同入如实际，就是一的相或者是多的相。都是真如实际、啊、是同一个真如、啊、同一个实际，正等无异、啊、那么可是呢正因为都是真如实相，所以一里面可以有多，就像前面讲的一即一切来解释周遍法界、啊、然后一切即一来解释含容一样、啊，所以他这边也是这样写，一中解无量，所以可以讲到六十二亿恒河沙，
无量中解一，所以只要讲一尊观世音菩萨啊，如果你能够了解一即无量，无量即一，为什么可以？因为一不是实有的一，一不可得，无量也不是呢我们凡夫相对观念里面那个无量，所以他下面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一跟无量是相对而有的，所以不是实有的，辗转生非实啊，这两者都是相对而有的而生的，所以一无一实，为什么？一从无量生，多无多实，这个多也不是实有的，为什么？多从一生故。哦，也就是说多，我们可以简单这样了解，多是从很多个一累积上去的，叫做多从一生故。你说那一从无量生是什么意思？哦，常举例，一个茶杯，一个桌子，需要很多的因缘才能够做出来这样子的茶杯，要有无量的因缘具足之后才呈现一个茶杯、一个桌子等等，更何况是有情众生、哦、都是呢从无量才生义、哦、他这个可以这样简单的了解，所以既然一跟无量都不是实有，都是相对而有的，而且可以一从无量生，无量从一生，所以呢去讲它不义，其理正君故言不义，要去解释为什么持观音菩萨一尊可以福德正等无义62亿恒河沙诸法王子、哦、要讲那个无义是讲这个、哦、正等无义经文的福德二人，福德正等无义、哦、那么后面也就是说呢，科会我们刚念了科会152页最后两行啊、哦，这边呢正脉书是把它另起一个小段，它的科判里面呢，它是说这里面把它这个理由讲出来，什么样的理由讲出来？为什么二人功德福德正等无异？最重要就是最后那句话，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啊、哦，是菩萨自己这样讲的啊。因为我修习得真圆通，所以我一个人的名号可以等同62亿恒河沙诸法王子的名号功德啊。那么请看上礼拜的讲义第三页哦，这边先看正脉书他的解释，他先引用孤山智远法师哈、哦，他说在《法华经》的普门品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较量，可是呢看到《楞严经》这一段才知道说，哦，原来普门品之所以那样子的一种较量的道理所在就在这里，即观金经，金经就是楞严经，方小比翼，那个比就是普门品啊、哦。那么也就是说从楞严经的经文来看才知道说，因为呢特别讲的是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利，所以受道者多，所以观音菩萨教化众生的因缘比较殊胜啊、哦。那娑婆世界的众生其他的根比较钝，受道者少，所以诸圣化练，这是孤山智远法师的解释。所以同样都是诸法王子，都是法王子的地位行位虽奇啊、哦，那因为跟众生的机缘有差别啊、哦，对机有异，所以为什么62亿恒河沙那么多，但敌观音一人，故使持名二福正等啊。这个正脉书引用孤山智远法师这一段，主要是要推出最后那一句：以字密简圆通，为未晓者更是文殊详者。也是我们刚特别念的那一句经文：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所以刚开始阿难问说，怎么样依着圆通本根来修？我们刚念的经文一开始就是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门，上礼拜就特别强调这句话。现在呢最后要做结语十四无畏的时候，观音菩萨又说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哦、所以
正脉书才特别强调，整部楞严经教你修手楞严大定，就是特别教你要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哦，所以他说在这里已经很清楚的，观音菩萨自己已经讲出来了，你真的要修耳圆通法门，就是我这个是真圆通啊。这是正脉书用这样的意思来说明啊，这个字就是观音菩萨自己，密简就是说我没有讲明白哦，我但是话里面有这个意思哦，简的话就是一个简别啊，做一种判别这样子哦。好，那么执掌书呢，也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像正脉书讲这么白哈。他有一句话把它补上去呢，他起码他不是用一种对比的啊，而是呢，他说呢，观音的圆通为什么独称为真圆通？跟前面，跟后面，对不起，跟后面文殊菩萨在做检责的时候有讲到呢，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具有三真实。哪三真实？圆通常，圆真实，通真实，常真实。所以请翻科会楞严科会159页。第五行，159页第五行。你看这个是文殊菩萨讲的，譬如人进居十方聚集谷，十处一时闻，此则圆真实。跳过两行啊，隔环听音响，遐耳俱可闻，五根所不齐，四则通真实。然后再跳过四行，生无即无灭，生有亦非生，生灭二元离，四则常真实。所以就有圆真实、通真实、常真实，具有这三真实，所以这个法门才叫做真实的圆通法门，真圆通。这是执掌书配合后面文殊菩萨啊的一个赞叹，的一个检责，来回过头来说明为什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讲他的圆通是真圆通。好，所以继续返回来看我们执掌书的讲义哈。所以凡显62恒沙王子，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啊，就没有办法像观音菩萨这样子具有三真实的这种真实圆通法门，只是要顺应不同的众生的根器，所以有不同的这种智慧善巧、方便智慧等等。当然也是示现的，所以我在引用呢这个偶义大师的文句这一段话。他说哈，由我修习得真圆通这句经文，主要呢是正斗阿难及此方之机，故名为真，非为24圣有为真也。哦，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补上来，免得大家误会哦。只有观音菩萨25圆通里面，只有观音菩萨是真圆通，其他24个都不算哦。所以偶义大师这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讲合不合此方众生的根基哦。那配合这一个执掌书具有三真实，那个是文殊菩萨替我们检责的，哦，这样的话比较公正一点。如果直接看正脉书呢，好像就真的25圆通里面就是他是啊，而且呢，观音菩萨自己都讲了，这是真实圆通这样子哈，哦。那么后面这一段温灵戒环法师的这个要解，他说呢，圆通本根，妙含法界，一多平等，彼我无二。他先解释前面那一段的意思，哦，所以能够令此我名符等于彼，当知修习得真圆通，则
一生多生，他方此界，一福德，一名物，各个圆片，无复涯异也。从不去 做对比，不要跟其他的二十五圆通、二十四圆通做对比，而是什么叫做得真圆通？他为什么用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来解释能够跟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的福德正等无异？就是因为一生多生，他方此界，一福德一名物，都各个圆满周遍，不再有界限，不再有分别。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释得真圆通，那么请问，难道其他的六十二亿诸法王子没有证得这样的圆通吗？如果没有，凭什么被称为法王子呢？法王子是等觉菩萨耶，而且甚至是一生补处菩萨、哦、他们如果没有证得这个，怎么可能被称为这个等觉菩萨法王子呢？所以要解的这一段文并没有做一种对比的说法，而是把那个道理啊，为什么说叫做证真圆通，正因为证得这个之后才能够表现出来平等平等、哦、所以这个是要把这个话呢交代清楚、哦、那当然正脉书一开始的一个说法很值得我们注意留意这样子、哦、因为他整本书、哦、主要要强调你要修楞严三昧，说楞严三昧整部经里面就是告诉你用耳根圆通修守楞严三昧、哦、他这部正脉书他的一个重点之一是这个，所以他注解的时候也一定要一脉相承他这种思想、哦、那么最后一行的经文，四明十四十无畏力福备众生。以前我刚开始看这个备就是加披嘛、哦、有时候是可以那个所谓的棉被那个备、啊、有这个通用的意思、啊、就是加披、啊、用这个福德、啊、加披众生。我刚开始是这样了解，这样最简单的嘛、欸、结果呢这个看到这个注解呢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意思，完全远远超出我的文字上的理解之外。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正脉书怎么解释这个福备众生。他说，四无畏力者，据后文云，十方为称国土，皆名我十无畏者。那就是在154页那个四不思议无作妙德那边哈。啊，154页第二行啊，那边啊，所以这边也讲无畏，后面也讲无畏，还是有一点不同啊。但是呢，普门品也说呢，观世音菩萨也被称之为十无畏菩萨哦。好，再来四，四也这句话。啊、哦，是跟那个经文是一样的哈、哦。好，这个备，备呢是全福备众生者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念成批哈、哦，后来想算了哈、哦，这个破音字念错了，如果没有详细研究，念错了那么更丢脸哈、哦。所以我就后来就干脆念一般的字就好了，就念备啊、哦。或许它有破音字哈。哦，言其非但托彼部位兼护全其福德，所以他那个备用全去做注解，后面再补充说明。他说前面十一颗只托部位，后三颗全兼全福德，所以要这样解释。那么十四无畏前面十一颗到哪里？就是到离三毒，然后后面三颗求男求女还有持名无畏。那么为什么他说后三颗兼全福德呢？你看回那个经文，求男里面有说呢，欲求男者断诞生福德智慧之难，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都有福德。
然后现在慈名无畏这一段啊，也能够让这个持观音菩萨的圣号的众生与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所以都有福德两个字。所以正脉书是从这个角度去讲，前面十一颗看起来只是得到无畏脱部位，但是后三颗特别有讲到这个，包括帮众生得福德，所以他说那个背就是全啊，让他呢也能够呢福德给修起来这样子后，所以他用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用词就表示在这里。到了执掌书的话就把它讲清楚一点啊，他说呢，执掌书里面说标准前标述文云，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那个就在一五一页的第四行啊，一刚开始就讲了令诸众生与我身心啊获十四种无畏功德。既然是如此，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施无畏者？让众生就在我身心上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所以为什么可以叫做施无畏者？哦，所以你看执掌书，再看回执掌书，盖菩萨身心为能施，十四无畏为所施。观音菩萨用十四无畏施给众生啊，布施给众生。所以为什么叫做施无畏者啊？所以说经云四明灯者，为如上所说，四明菩萨以自身熏于十四种苦难众生施无畏力也。这就是最后那句经文，四明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啊。这个菩萨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众生施无畏给众生，所以这是结施无畏力啊。再来福备这一句，福备众生这个显义，显出呢功德利益啊。福是什么？富，备是全啊。那么众生就是指前面八难三毒二求持名的众生。啊，他把它拆开讲哦，八难众生现遭疾苦，为其性命不保，菩萨则福护而全其性命。他说那个备就是全呐、啊，哦，福呢就是保护啊，用他的福德护这一些八难的众生，让众生不要丢掉性命，全其性命。三毒众生现起生祸，为其善根当施，菩萨则福护而全其善根。二求众生缺子女，现缺子女，为其后世将绝，菩萨则福护而全其后世。持名众生现持名号，为其福德不够不多啊，菩萨则福护而全其福德。所以都是有以福之，有以备之。备是全、哦、保全，把它呢保全起来。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词，让他不要失去生命，让他不要失去善根，让他呢这个能够保持有后代啊，乃至呢保持有福德。所以这样的菩萨的利益就普遍了。有时候看这些法师的注解实在有够厉害，他们怎么能够想得出来是这样？对嘛，就是加批嘛，对不对？用福德加批众生，让众生都有福德、哦、他竟然能够把它写得这么详细、哦、还分开成八难、啊、然后呢三求三毒二求持名、啊、比这个正脉书呢这个地方写的就更详细了、哦、那更高明的是偶益大师。你看诸畏寂灭尽福自成，所以呢是帮助众生，菩萨是帮助众生把九界的部位成佛界的福，
哎，又把这个福又提升上来了。而那个备字呢，就是圆满周备，遍于十方，亘于三际，所以这叫做备。周备，那遍于什么空间时间，观音菩萨的福通通都可以帮助到众生，而且帮助众生 的福是成佛界福。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是最圆满的，我把它摆在最后。太厉害了，然后真的是这法师他们的智慧不简单啊。同样这样的经文有这样不同的解释，把它斗笼起来，我们就更圆满啊，更加清楚观音菩萨帮助我们众生的地方啊。以上这个是十四无畏功德啊，到这里，接下来呢是四不思议无作妙德啊，请看回《楞严科会》这经文。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一者，由我出获妙妙文心，心经疑文，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先把这个第一个念完就好哦。那么这个思不思议，这个你看他的科判哈，这个科会上头那一行经文，也就是153页的第二行上面是总成圆通。他为什么做这样的科判？因为经文一开始就说，我又获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所以可见是从前面已经证得圆通，或就是证得嘛，我已经证得这样的圆通，所以才会说呢，总成圆通来的。这是不是一无作妙德？就是因为已经证得了这个圆通啊，圆通境界来的。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啊，他说经文呢，只是呢很简单的写的啊，我又获是圆通。所以他说呢，文中虽浑成圆通，没有讲得很明白，只是讲说呢，我得到这样的圆通，好、哦，所以正脉书说呢，意识总成上面的极灭现前，跟着前面的经文意识下来，生灭寂灭极灭现前，上同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啊、同一悲仰啊、哦，所以上同下合。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圆通。可是呢，上面的那两段三十二应跟十四无畏都呢标从三昧。那你注意看，你翻回科会一百经课本的147页，147页的第二行，你看最后一句，蒙彼如来受我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持力故，令我生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所以这三十二应都从文熏文修金刚三昧来的。那十四无畏呢，你翻到151的第三行，你看，我护以此文熏文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啊，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都呢从
得到金刚三昧这边讲下来的。那现在呢，四不思议无作妙德就没有讲这句话了，所以正脉书呢就要说明啊、哦。你看回今天讲义哈，他说第二行最后一句：然上皆标从三昧，上曰因心，还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所以呢特别讲的是从三昧来的。这一段的话就不是了，此则标从修正无上道故，或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所以已经在修正无上道，以摄果地，看起来呢很像是呢等觉菩萨的境界。所以为什么温宁戒环法师在要解里面多约等觉去解释、哦、他说这个待会要结束的时候啊，这一整段要结束的时候再来说明啊，所以后当总辩先按下啊，再来解释不思议无作妙德。为什么叫不思议啊？因为呢是自妙不可思维，自神不可拟意，这些功德相是如此的微妙，超乎我们的思维想象之外啊，太神妙了，想也想不到啊，讲也讲不完，讲不出来啊，是这样子。然后再来，为什么是无作妙德？不是有为作意所成的，是任运自在成就的，这样才叫做无作妙德啊。还要去有为有作，那就可思可议了，那就不叫做无作妙德了啊。他很简单的这样子就解释完哦。然后呢，执掌书对这一段呢，他用的科判不是像这样，他用的科判就是兼二圣而成四不思议、哦、他认为前面两个都很殊胜，第三个这个不思议的这一段是两个都有，所以他说兼二圣而成四不思议。他就假设这样问答：应身是从上合十方诸佛去讲，十四无畏是从下合六道众生去讲，文有名言，经文上面写得很清楚，所以呢无可议者。现在讲是不思议，你说呢是兼于二圣，又上合又下合、哦、怎么说呢？你根据什么呢？何所据言？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二圣就是上合下合？嗯，来，好，你看，回到146页，146页，最后五行，生灭寂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恶殊胜。这边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或恶殊胜，这恶殊胜就是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所以执掌书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一无作妙德，同时就有上合下合这样的意思。好，所以回到讲义哈，他问出问题来哈，那二圣，你说这里是兼二圣，根据什么呢？啊，何所据也？答：文云。经文不是写很清楚吗？我又或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讲的是修正无上道哦，已经得圆通，然后修正无上道，所以不是在修圆通以前、哦、是已经观行正修，是在或圆通后。他的意思是说修正哦、那个都是已经先获得圆通之后再修正，所以依于二圣，依着上合下合前面那个立誓造修立位取证就近而至于无上道、哦、他讲的比较细一点，正脉书是说呢，这样看起来以摄果地、哦、他说那不止 哦，这里面立誓造修立位取证真的是已经往成佛这条路上面已经有位次在前进了，
啊，更何况下面的经文还写的救护众生得大自赞啊，153页的第倒数第五行。啊，就我们刚念的那个经文最后一段嘛，啊，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他说，从救护众生得大自在，不就是呢，跟那个同诸佛同一慈力、同佛慈力一样吗？再来，能以无畏施诸众生，就是154页的第一行的这个经文。既然能够是以无畏施诸众生，不就是等同与众生同一悲仰的意思是一样吗？哦，所以经文里面已经有上合诸佛、下合众生啊，虽然没有这么明显的经文，但是从这个经文的意思有意可循，回到讲义哈，执掌书。啊，所以有意可循，无妨说兼。所以兼二圣，上合诸佛，下合众生。啊，所以他说整个是不是宇宙妙德，就同时有这两个。啊，更何况呢？你注意看那个经文，回到153页哈，课本153页第二行，刚开始写我又获是圆通，下面又说。又能善获，是不是意？为什么用两个又？啊、哦，所以执掌书呢，连这句话呢，都把它抓出来。你看哈、哦，回到讲义哈、哦，重叠所得，故曰又获。也就是第一句，我又获是圆通，是把前面所得的境界再讲一遍，为。又以获得耳根圆通，因为我已经证得耳根圆通境界、哦、所以既然是证得圆通境界，就我们刚刚看过的啊，极灭现前的时候忽然超越啊，得二殊胜，不就是个上合下合吗？接下来立誓造修，立位取证，公园行满，成就近成佛，已经到圆教出处，接着下去就可以往圆满成佛这条路走啊。哦，所以这叫做诱惑啊、哦！再来，为什么又能善惑，不为能获得32印的妙印，还有14无畏的无畏力？不止这样，又能够呢有14亿无作妙德，所以故曰又能善护善惑14亿无作妙德。除了那两件事之外，又有这个是不是宇宙妙德、哦、特别为什么叫做善惑，加一个善字，上下兼合，慈悲双运，一惑一切惑也、哦、所以执掌书一直强调这边、啊、就是有这个意思在。所以第一段是配合上合十方诸佛同一慈力，第二段是配合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第三段是上合佛力又下合众生，而且是在已经证得圆通境界之后，开始呢要往这个成佛的无上道这个路上在走。所以他的写法比正脉书呢就更肯定啊，只是呢没有写到说呢是等觉的位置等觉境界，所以正脉书说看起来很像是等觉境界，然后呢温宁戒环法师呢也是用等觉境界去解释这一段啊，那执掌书只是没有这么肯定是等觉，但是起码是比前面那两段更加殊胜这样子。哦、所以这是先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是不是宇宙妙德、啊、先做一个交代。接下来第一个啊，正脉书呢就是科判呢判成什么呢，同体行咒不思议、啊、
那第二个呢，那你先看科会153页倒数第四行，异体行奏不思议，一个同体一个异体，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同体的话就在一个身上头，观音菩萨一个身上头可以有84000的头，84000的手臂，84000颗的眼睛。有时候我念到这个呢，我还是喜欢做表法的解释，哦，这样比较好一点。要不然想一想，看到观音菩萨那么颗头，多颗头，那么多只手臂，那么多只手臂还看得习惯了，因为那菩萨像也常这样画。啊，你说那有啊？那菩萨像也常画11个头啊，我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这样。啊，那眼睛呢？啊，眼睛通常在画菩萨像的时候呢，都是手上面就有眼睛，啊，每一只手上面都画一个眼睛这样，啊，并不是同时长在头上。那如果这头上那么多，我们讲到中国神话那个二郎神哈，眼睛长在这边啊，还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多一颗眼睛哈。你想想看，如果像这个有些广告哈，像有时候在路上看到的广告，四颗眼睛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这边要写，你看多少颗？还有九颗眼睛的。所以呢，就总觉得说，哦，菩萨现这么奇怪的像做什么呢？所以还是把它呢做表法的解释啊，这样会比较内心比较不会这么觉得奇怪哈。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是在一个身上头，所以叫做同体行咒不思议。可是如果是异体行咒不思议，那观音菩萨的话呢就不是同时一个身而已，所以他一开始的经文就写的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所以有不同的身形可以用不同的神咒来帮助众生，哦，所以这是前面那两个。那第三个不思议呢，就是154页的第三行，破千感求不思议，可以帮助众生破除这种牵吝心、吝啬的心，啊，第四个不思议呢，就是供养佛身不思议，啊，这是科判的用词，待会再解释就比较懂了哈。首先回来这153页这边，同体行作不思议，下面呢有一些说明，太小字了哈，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讲义稍微字大一点。这脉书里面他是这样讲的。这边呢是为一生之中现多陀多目多臂而于多头能说多咒不离一生，所以这样叫做同体行咒，此称不可思议者也，哦，他是先解释这个科判的用词是这样，哦，好。那么经文一开始呢就是说明为什么可以有这个功能，由我出获妙妙文心，心经疑文，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啊，哦，这段是它的原因所在。那么科判很简单的就用关键字呢，就是由根不隔。见闻觉知是六根的作用，不隔就是没有障碍，没有界限，六根互用，六根圆融。哦，所以才说呢，成一圆融，清净宝觉，不像我们凡夫六根打结了，所以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现在是六根互用，六根圆融，啊，这样叫做见闻觉知不能分割，啊，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讲义啊，由根不隔这边，正脉书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第一句话。出获妙妙文心，他说这个出获的出字啊，就是耳根圆通的解六节的开始，出于文中的那个出。然后呢，妙妙文心呢，就是呢在修反闻文自性的时候，以反闻自性之时，反闻之文是我们的始觉，
自信的信就是我们的本觉，现在修反文文自信就是始觉跟本觉合一，始本合一，所以呢这时候这个始觉本觉都成妙，这样叫做妙妙妙妙文心，两个都妙，始觉本觉都妙，始本相应，始本合一、哦、所以这样叫做妙妙文心啊、哦。那再来，也就是说这个刚开始就这样修，再来《心经疑文》这一句配合解六解来说，解开文根文所文尽，所以那个疑字就是脱啊、哦，脱掉了这种文根的束缚，所以这叫做心经疑文，跳脱出去了，解脱出去了、哦、那么再来这个反文之九唯一心经脱尽根相，用这样来解释疑文，完全不再被根所束缚，回到唯一心经就是本觉明心嘛，哈，那里面所以叫一文。再来，见闻觉知不能分隔，这两句就是一根即反缘，六根成解脱。哦，这他前面讲过了哦，只要从一根里面下手，解开六结之后，六根全部解脱哦。那么不分隔，就刚墨学解释过了哈，不各局于本根。啊，六解一也忘，啊，连这个一心经这个一，也不再是呢数字上的一，而是绝对的圆融无障碍的哈、啊。所以最后两句成一圆融清净宝觉，他说这两句呢，即言克复一真法界，即言就是讲到究竟处了，啊，回到了恢复到了一真法界。本妙之体，这样叫做回到一个圆融的清净宝觉，回到一真法界啊，这种本妙的本体啊。那么为什么叫做圆融？为什么叫做清净？稍微讲一下，六根互用，交彻互用叫圆融，然后没有障碍叫做清净。那宝觉呢？万用具足，这种觉性具足万用。哦、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即灭现前啊，兼明圆用含摄，含刮一切圆融的这些妙用都在里头了、哦、这是正脉书简单的跟我们解释。所以总之一句话，一开始呢也是因为呢正得圆通境界，所以六根互用，回到圆融清净宝觉，所以能够有这一种底下的这一种作用。什么作用？一体多用，现众多妙容，说无边秘密深重、哦、所以这个是总说。接下来呢再把它分开，头手眼睛分开成这个来去解释众多妙容。那么因此呢，戒环法师啊，温宁戒环法师在要解里面这样讲，然后呢正脉书呢就把它引用过来啊，因为呢几乎大家这样解释呢都可以同意。为什么一开始是头？六用之种，见闻嗅尝觉知啊，都在这个头上面，眼睛的见，耳朵的闻啊，鼻根的嗅，舌根的尝，啊，身根的觉，意根的知，六根都可以说放在这个头这边，所以是六根之种。然后呢，手臂帮助众生提阶之悲，强调的是那种悲心，帮助众生接引众生的悲心。那眼睛呢，表示智慧，照了的智慧。那刚刚说了，这菩萨手上啊，每一只手上都画一个眼睛，
那就知道自悲合在一起，菩萨的智慧跟慈悲合在一起，眼睛看到的地方手就到，智跟悲分不开的。然后接下来他这句就你要注意看哦，各以本数充之，以至八万四千者，表一根本六用，根本自悲而犯应尘劳，得大自在，此十一地等觉妙行也。什么叫做本数？本数人一般正常的人头就是一个，眼睛就是两个，手也是两只，所以第一句话都是本数，一手二臂、哦、二目，所以这个叫做一本数充之、哦、那么表根本六用，根本自悲，然后扩充到八万四千都能够得大自在、哦、所以他说呢，这个应该就是十一地等觉菩萨的妙行。刚刚正脉书不是说建环法师有这个意思，这边就很明显的就这样写了，他认为这里应该是等觉菩萨的境界才有可能，因此呢他就会假设这样问答。有的人说呢，哎呀，这个八万四千只是一个表法的啦，特表法尔，一生何所思乎啊、哦？何必要有那么多的手，那么多的头？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哦、所以他说呢，这是有人这样说啊，是特以有思维心测度菩萨圆通境界，倒也是啊、哦，我们是用凡夫心认为这个正常就是一个头两个眼睛这样就好了啊、哦，他这个是有思维心去测量测度菩萨的圆通境界，他的意思就是说，菩萨是不是真的能够现出来？可以，不是只有表法的意思而已、哦、不是只有表法。所以下面还说明呢，身寒实虚，毛端都可以现刹，虚就是虚空啊，实就是十方啊、哦，十方虚空都可以在一个身体里面，佛菩萨一个身可以含十方虚空，甚至呢，一个毛端毛孔，毛端的话就是毛的尖端那里，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都可以现出三千大千世界诸佛刹土，佛菩萨在里面转法轮，华严的境界，普贤行愿品一开始讲的也是这个。哦、要先了解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哦、所以这个是佛菩萨的境界，身跟毛孔都可以有这么不可思议。所以比空与刹，那比起那个头啊手啊眼睛，那来的大的多了，又不次如手臂而已啊、哦、比八万四千手臂，他说呢，在菩萨而言呢，看起来就像人的八万四千毛孔耳，未足一也。你也可以这样看。哦，更何况圣人之言即是即理，没有离开那个理，另外谈那个事。你要了解那个理，就在事上头。错、哦。所以既曰不思议德，千万不要有限的意识呢去思维去讨论，思之意之，不要以现意有限的这种观念去思之意之、哦、也就是说从华严的境界去看这段文字，你就释然了啊、哦，也就是说你不会觉得它很怪，
我们刚刚是说呢，就全部都是装在这，就装在一个身体上，哦，那就看起来这个人就很怪了哈、哦。所以我们的都是用这种凡夫的有限的心态去想哦。再来八万四千，为什么一定要讲到八万四千？对治尘劳，是为了要对治尘劳，哦，所以呢，八万四千是应尘劳之术，也亦因对治尘劳，具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特别是为了这个来讲八万四千的，然此妙容出住即因能现，原教出住的菩萨就可以，或数之多少不等额，哎，只是呢没有像观音菩萨这么了不起啊、哦，数目字的多少不一定而已，更何况呢这个其他的经典里面，你说哪些经典有讲到后面这个人王经啊、哦，人王经里面。有讲到后面这个啊，第四天就是刀立天主亦能现千手眼，而魁其本未当圆之三柱，就是别教的三谛、哦、也就是说呢，正得圆教三柱别教三谛的菩萨，常常呢就是他的福报福德呢，他会示现做刀立天王，用刀立天王身份来教化众生哦、所以这时候呢他也能够现千手眼，但是没有办法现到八万四千就是了，他是可以现千手眼、哦、所以他就 引这个例子来说明、哦、这个地方出住就可以现、哦、只是说呢能不能够像经文写的这么多那就很难说了、哦、再来下面呢这个头，注意看那个头用的是塑迦罗手，那个手臂呢用的是母陀罗臂，眼睛呢用的是清净宝目、哦、那么塑迦罗前面塑迦罗心不动转、哦、你看八十九页那边的记诵、哦、稍微复习一下，那个就是要开始诵楞严咒的时候那个记诵有没有、哦，妙赞总持不动尊手楞严王世熙有那个，在八十九页的第一行，顺若多性可消亡，塑迦罗心无动转，塑迦罗心解释成坚固啊，坚固。好，回到今天的讲义哈，执掌书呢就讲了，塑迦罗是坚固，刀斧都砍不伤啊，无能坏啊，这样叫做塑迦罗。啊，若作表法者、啊、他现在也要把那个头的表法，为什么头用的是塑迦罗手这种无能坏的头，这个头手是超出意表自力行，相对的第二个手臂的手、啊、手臂护持意表利他行，你说那眼睛呢，眼睛在下面取照见意表全实二字、哦、这是执掌书给我们做表法的解释，自利利他、哦、然后呢全实二字、哦、所以头超出意是个手，头手的手、哦、超出自利独善故，那么为什么一开始就用一个头一手，我们刚刚看了正脉书说那是本数啊、哦、可是呢执掌书他不是这样写哦，他是说基数表之，那两只手呢双数表之，那眼睛呢啊，你注意看两目三目，两只个眼睛是正常的，那三目呢哎，也有众生是三目的哦、所以这个经文都很有意思的、哦、所以先看那个头为什么是奇数、哦、所以呢出以奇数表之，就是因为你要自行，是你自己修行，特别强调是自己修行这一部分，然后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上去，
都是用奇数哦，你看一三五七九十一，一刚开始都用奇数，到了108以后才都是偶数了哈，到84000哦，所以这就是他中央柱为什么都是奇数，就是自行自立行。那要立他，就是有菩萨自己也有众生嘛，所以为什么是双数？哦。他的注解里面也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哦、所以那个手臂呢用的是母陀罗印，那个母陀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印，解手印，母陀罗就是解手印的印，所以每一只手臂都有结印，都有一定的意思在，这样叫做母陀罗臂、哦、那手是护持意臂他行，所以你看利他兼善，故出以偶数表之，自立独善，故出以奇数表之。原来是对仗的、哦、自立用奇数，利他一定是有菩萨有众生，所以是兼善用偶数表之，所以便是两只手臂，四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到二十，数的比较多一点，数到二十呢，吼、哦，那么一样都到180，然后184000，啊、哦，所以呢，支掌书就说呢，表菩萨护持众生，让帮助众生能够脱180烦恼，84000尘恼，就利他行缘了。哦、那么自行也是能够超越180烦恼84000尘恼，自力行满、哦、要超越这个尘恼，所以叫做超出意、哦、然后呢护持利他，要帮助众生能够呢摆脱84000尘恼，利他才圆满，这样子、哦、再来眼睛目之本数有二有三，二的话就是常人，三的话摩西首罗天、哦、所以从双数单数而增，你看哦，接下来是四目九目，二二得四，三三得九，然后就跳过去了就跳过去了，就到180000千目万目84000目、哦、所以眼睛这边呢就没有写很多，但是呢的确也有这个意思在、哦、所以执掌书呢他就抓住这个从双数单数而增，增到180000又增到84000、哦、是对着84000三昧门，84000法门、哦、所以为什么用清净宝目呢？眼睛清净像琉璃这么清净、哦、所以可以照见清清楚楚的照见众生的根器，以及如何帮助众生的这些法门，84000三昧，84000法门，所以用眼睛是照见有全实二字，所以才能够很清楚的告诉众生修什么三昧门，修什么法门。再来他说全自觉他实自自觉，这个大家知道了，然后以双数及单数表之，全自是双数，实自是单数，因为实自是自利嘛，全自是利他嘛、哦、所以为什么他这边眼睛要用二目三目四目九目，道理在这边哦、所以菩萨以全十二字自觉执他觉他，自他共证183昧到84000法门，就觉醒圆满。他还真会想哎、哦、太厉害了，真的是。哦、之前看正脉书都没有这么复杂的这详细的解释过，哦，这执掌书还解释的真清楚啊，好清楚。哦、以前想说那就是一个数字嘛，表示一下而已，对不对、
哦，没想到说这些数字之间有这样一个一层关系，被他解释起来好像都很合理呢。对常这数字都隐隐的确有他讲的这个意思在呢。哦，太了不起了哈、哦。好，那么这个就是呢，线、头、手臂跟眼睛，最后一句话现出来是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哦，那么他的科判呢？正脉书科判是写差别护身，就用不同的这种状态、形状呢去帮助众生。所以呢，就看一下这个讲义哈。执掌书呢，他说这个慈、威、定、慧各有它的含义哈。慈是代表慈悲摄受，哦，包容你摄受众生，哦。那如果他凶巴巴的，哪众生哪里跟他愿意亲近，所以要和谐很和蔼的、哦、所以要慈悲摄受，现慈容而摄受之，如对善人跟呢对天人啊正天等啊、哦。为什么用正天？因为呢天魔外道，魔也有是天福啊，阿修罗也有天福啊，所以用个正天。哦，有这样的意思、哦、那么威呢，就用折服，因折服者就现威容而折服之，对恶人还有对邪魔。那定跟慧啊，定的话是静住之容，是对着有妄心、善乱心比较重的众生，妄心慈散机固。那慧呢是观照之容，对着愚痴黑暗。啊，余暗昏住机固，所以用这四个做代表，来表示观音菩萨现出不同的这个形状，啊，所以他说为什么这四个字上面都用或，或慈或威或定或慧，因为菩萨不一定现出什么形，变异不定。所以在这四个上头都各用或那个字、哦、那么再来慈的话呢，就是手臂目三个都现的是慈，以此类推、哦、下来到最后慧也是手臂目三皆慧，去说自造秘密神咒来对治这些昏暗、愚暗昏住众生，令其观心，帮他修观照嘛，吼！然即折射并视，指行指观双行。这个折射，这个折就是威，射就是慈悲的射受，然后指观就是他讲的定慧。哦，所以他说折射并视，指观双行，所以更加表示观音菩萨无苦不救，无生不护，这样叫做救护众生。而且可以帮助众生灭善、灭恶成善，帮助众生的这个灭恶成善，势如游刃有余啊，啊，任运自在都能够得成就，所以这叫做救护众生得大自在。但是呢，最后他说这一些形状都于一生中现，所以他叫做同体行咒不思议。就像大悲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于一身心现千手眼，照见法界护持众生，都在一生里面现出来的。这是四不思议无作妙的第一个。那个咒、哦、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多咒语都跟观音菩萨有关，那的确、哦、的确，所以很多咒、哦、再来第二个一体行咒不思议。那经文我们念一下啊，153页最后三行，二者由我闻思托出六尘如身度，这个字怎么念？念环，念环啊、哦、那念圆也可以啊，念圆念环都可以啊，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行，诵一一咒，其行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围城国土皆名我为施为者。好，那么
请看这个讲义哈。首先呢，刚开始呢，去解释这个异体行咒，也就是说呢，我们课本153页最后四行那个科判下面有小字哦，所以呢，就把它的这个原文呢就摘录在这边哈。异体为什么叫异体呢？见机当现何行，则以现之。既然众生的根器无量无边，很差别很多种，所以所现的行也无数，而且根器不同，就要用不同的法门帮助。所以呢，各位说咒，不同前科，但于一生现多相貌，不同在这边，这一科跟前一科不同就在这边，啊、哦？问他说，那这样一来，跟前面的32印好像很类似呢，有什么差别？哦，前面不是说也可以用不同的身形印吗？他说32印或随所求，或印同类而语说法。大部分都是印同类身，哦，是人求他，观音菩萨就现人的身，类似像这样，所以印同类身而为说法。今此不拘类求，哦，那就不一定了。但观因以何行说咒救护，即为现之，那就不一定呢。现跟众生同一类身了，哦，所以。这就是跟前面32印最大的不同在这里，所以这段说明除了跟第一段同体行咒不思议做差别，也跟前面32印做区分，哦，这段比较多一点，哦，好，那个环字，啊，在讲义里面帮各位字典插好了，哦，可以念成圆，可以念成环，意思不一样哦。哦，意思如果呢，我们主要是念成，把它当成是墙在理解的话，那应该念成圆。你看，低的叫做圆，高的才叫做墙。哦，如果你念环呢，啊，他说呢，古时候是指游艇旁边作为一种标识的柱子。后来专门指呢，泛指啊，四木桥、城门等用作表志或者是其他用途的柱子，强调的是柱子。所以你要念成环，那只是柱子，但是呢，经文的意思是墙，所以要念成圆会比较正确。哦，要念成圆会比较正确。好，所以呢，第一。句话说，由我闻思托出六尘，如身度缘，不能为碍。哦，那么闻思托出六尘，托出六尘，我们了解了啊，就超越了六尘的障碍嘛，吼。那么你看正脉书的注解，吼，讲义，他说闻思，这个闻是讲闻性，那个思呢，就是呢入流妄所，入妄的功夫。到这里入流妄所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就可以脱出六尘了。哦，我个人觉得啊，到这里就叫做脱出六尘，然后就可以现一行诵一咒吗？好像太快了。哦，就是说他这样的解释呢，不应该呢就局限在解第二节，用这样来解释那个闻思两个字。哦，我是觉得这样子稍微欠缺考虑了，不够完整。那么执掌书的话呢，他是说闻思这两个字是六性举二，见闻嗅尝觉知，这是六根的根性。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思代表的是哪一个啊？难道是知吗？啊，为什么突然把那个思呢叫做是六性的其中之一呢？所以他我知道他要表示的意思，但是呢我觉得不恰当啊，不应该用思来表示六性之一啊。那因为他后面讲的都是一体的，所以呢单举复举啊，讲文性乃至呢举两种性，文思二性都是可以总摄，随便具得也啊。总之都是在讲六性啊，六种根性。
脱出六尘者是反闻攻击，六性缘战是尘不能复，那这个没问题啊。脱出六尘，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两个解释好像呢，我都不是觉得很同意。后来想办法找到这个广末法师的直解《楞严经》直解，终于有跟我一样想法的。我有一个想法，但是我不能自己说了算，总要找到有没有注解是跟我一样想法的。哎，有哈，就是闻思是指闻思修三会，省略一个修字。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做注解？这边的闻思是闻思修三会，就是从一开始观音菩萨自己讲的，他跟着观世音如来啊，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所以他这边写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就是因为我用闻思修得到这个三摩地，终于解六劫证三空，所以能够脱出六尘。哦，这样或许呢就可以有前后连贯的，不一定要勉强去解释啊，那个思是六性之一，哪一个思是哪一个、哦、然后或者是说呢，思是入妄功夫之解释到第二节而已，我就觉得不够、哦、那如果是闻思修入三摩地，诶，统统可以了、哦、那么再来行咒妙能现一一行，那包括前面的这些不同的行，第一个不思议无咒妙的第一个，然后诵一一咒，当然也就是呢各种咒，好，翻过来一五四页的第一行，双显护身，什么意思？它叫双显护身，它科判为什么这样写？双显就是行跟咒都可以以无畏施诸众生，不一定要现行了然后再说咒才能够护众生，所以这样叫双显。所以你看讲义正脉书这边他就很明白的就是这样解释，或现身脱布脱其布，或说咒脱其布，这样叫做双显、哦、因此他又假设了一个问答，那跟前面的十四无畏有什么差别呢？他说十四无畏最主要的呢，他自己的解释了，正脉书如果你还记得，最主要要称名，但令众生称名就能够脱这些部位，没有讲到观音菩萨一定要现行要说咒，差别在这里哦，它不一样，不是混在一起的哦。这是正脉书的解释。那执掌书的解释呢也是类似，或现身脱其苦恼，或说咒随其愿求哦、他把它分开两句，一个脱苦恼，一个满愿求，故云其行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啊、无畏同前十事，但应分明显耳。他补这一句，他不太同意正脉书的解释，不可以混同，他说同、哦、但是呢不同在哪里？一个呢是有很清楚的现行说咒，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边是不思议，这边观音菩萨有现行，十四无畏那边那就没有说一定要现行哦，三十二应才有说要现行哦，现行说法哦，十四无畏没有说他一定要现行哦，所以他才会说分成一个明一个显，差别在这边啊，都说得通哦，这个正脉书跟执掌书哎呀都说得通哦。那么最后呢就是呢结语，就是呢为什么它叫做思无畏者，很要紧的有那一句话，十方围城国土，经文十方围城国土不是只有娑婆世界，你说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普门品里面的经文是说娑婆世界都称观音菩萨叫做思无畏者，现在楞严经这边是说十方围城国土都叫观音菩萨叫思无畏者，差别在这里、哦、那么今天呢是不是呢就先讲两个、哦、后面两个呢下礼拜再继续。
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